然而德赛宋图的上上尖蟹德赛宋图的猛男粉法拉利大气大气，得打闪交闪吧兄弟，差点没赶上兄弟，就是这么果断。主播这手 QW 指的是他学的 QW， 然后他刚才是二级，他没有闪现，他没有魅护，但前局有点晚了，哎，来早一点就好，感觉都不用来早一点都没事，这不还有点赌的成分。这波我们就快速回线，把这个经验都吃了就。我接 E， 来，为什么是我接这个 E 技能呢？因为我伤害已经打完了，我接了 E 我也是打，就是我不接 E 也是打不出伤害，我接了 E 天爵可以继续输出。 OK， 这波一波小小的对线细节给打野创造两个人头，就得要提速啊，我们的对线不能跟他发育，尽可能找到这种突破的机会。好好看好好学啊，下次你们排到韩服王者你就可以这样去打了。有人打了个探照兄弟，说了吗？哎，为啥呀？这波信号都点烂了。能杀不？哎，这都火了！哇、哦，爽！
哎，这把节奏非常完美啊。能跑吗兄弟？我也反杀了吧，吓我一跳，看他活了那么久。来勾他，我来喽！差点配合失误了，我操！他勾了，他勾了，但是我们的 W 就是擦肩而过。勾了个距离，好强！An ally has been slain. 哦，感谢金克斯的虎牙一号，操！Crazy！ 啊！昏迷。这波我带着回神就是保一下千珏，我声音怎么变了，我最近感冒了。带病上阵啊，把谁生病给这，谁生病搁这加班给大伙打韩服王者局啊？哎呀，这种局说实话这压力都很大的啊，就很需要高集中。没事，问题不大。兄弟别急，
能勾到吗？好，走位。好，勾 A 一下，第二段 A 一下 ，A 一下，舒服。小心金克斯，兄弟，小心金克斯。别问我为什么这么贴心，我刚接到他的虎牙一号，老危险了。OK， 心态崩了，直接心态被抓崩了，开摆开摆，还好这把听劝啊，还好这把打野真的听劝，有一些我二级把对面中单闪现打出来，打野不来的，再把他听了，那就赢。他既然听劝了，主播就带他赢这一把，好吧？很多就是那种你把对面闪现打出来，打野不会管你的啊，韩服。这一把之所以这么顺利，就是二级，我们的联动很成功。网拆，看岩穴出不出来。金克斯，这个感觉也可以，喜欢走 A 是吧？哎呀，我操！穿梭闪 Q 闪 2A 亵渎，拜拜！挂的点燃不是点燃，兄弟，挂的被动不是点燃，进化解了没用，舒服。拿下这一把我们的男刀，真潇洒，我操！